天主犯那动作。田中理惠整套动作的连接非常完美，无论是难度还是完成系数都堪称一绝，最终获得的分数为 13.975 分，两跳平均分为 14.237 分，目前两名日本选手占据第一和第二，就当日本队都认为会包揽本次比赛的冠亚军时，最后压轴出场的抗日名将黄秋爽站了出来，作为中国体操队的领军人物，面对日本队的优异成绩，从他坚毅的眼神中可以看出他是永远不会退缩，在现场数万国人的注视下，这一跳将彻底血脉苏醒。完成点非常的好，第二跳在这个预赛的时候确实没有这一跳跳的这么好，非常棒。对，黄秋爽的这一跳太完美了，真的是要难度有难度，要质量有质量，最后的落地更是无懈可击，最终小将黄秋爽顶住了巨大压力，以 14.400 的高分成绩成功逆转，为中国体操队打下了良好基础，将两名日本选手斩落脚下，斩获了一枚宝贵的金牌。看完比赛有什么想说的，欢迎评论区打出来。